我妈说你欠她50000彩礼还没给，什么时候给啊？那我不是已经给过50000了吗？那剩下的就结完婚再给呗。什么结完婚再给啊？那哪成啊？那不成了，我们两个一起给的了，我自己娶我自己啊？不行，现在转。行，转转转，我钱不都在你那吗？你自己拿，自己转。一天天的，你转。哎，不对啊，你的钱都在我这儿，那不是还是等于自己娶自己吗？你终于想明白了，你想想看啊，我出彩礼，不就相当于你出彩礼吗？我的钱不就是你的钱吗？是不是相当于是把我们的钱最后你又拿不到，最后再给到了他们？他们，对，那最后给到谁？等一下，你想想，我弟弟。哎呦我的妈，对呀，你最后是不是都是给你弟弟去了？虽说他是残疾啊，但是他是不要结婚，他是不要出彩礼。那最后咱们的彩礼给到了谁？给到他们。他们是不是外人？对呀、啊。哎呀，对吧？你琢磨一下。哎，你去干嘛？我去把我们之前给的五万要回来。哎呦，不是，不要脸，不要脸。